这个孩子的话，那就先把这个表格填了，然后我们才能开始做术前检查，约手术的时间。我再提醒你一次，你自己千万要想好了，做这个决定要非常慎重的。来，多按一会儿啊。哪个科的？妇科。看你这肚子也不怎么显，小孩没几周吧？我这已经三个月了，最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吐得特别厉害，我老公非让我来查一查。哎，你现在开始晨吐了吗？我听他们说这个吐得厉不厉害好像跟这个体质有关系，反正我现在吐的是昏天暗地的。你再按会儿，按会儿，下一位。